心理危机员工，这样跟保留，农历10月15下元节举办迎接游王公拜天巡狩，拜天巡狩，拜天巡狩，36进士里面一次请三位，不一定，不一定都是三位，所以今年请了三位，是由鸡同在这个位置。系统在这个位置说出来了，一对蒙是那金额要去发，去发600000，是帮助教育。没问题，讲哪的？出生了好多众神，那位尊神，中坛元帅，太祖元帅，太祖元帅。哦，原来戴天巡狩的位置就在保生大帝的东边呢，你看上面都有写戴天巡狩，因为在宗庙有供奉戴天巡狩游王公，所以农历10月15都举办这个迎接游王公戴天巡狩的活动。每年的下元节10月15，在各位回心里，好好，这是我们大庙的吉祥。呀，那要交代吼，啊，这个公心烦恼，啊，这个公心烦恼的当中，啊，就会当化金，吼，就会当上金的，吼，啊，这个公心即摆这个发生的烦恼，吼，就会当化金安的吼，就会当上金嘛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咱家的乡亲，多谢阿弟来赞助，啊，腰鼓或者手弹琴箫。保佑大家平安顺利，万事如意，感谢。